没有剪三龙哥，不然其实应该可以开用六路的，知道吗？如果你爱的话，就带雷波，带蜘蛛啊。对啊，不是啊，本来可以用六路的、啊，因为六路可以扛21000的伤害，刚好除以2就是42000。哦，所以六路哦，六路可以，可是我没有那个龙科，所以我就只能用五路。你也没有那个龙科哦，不是我龙科合掉了、啊。反正就是有那颗减伤龙科就可以用六路了，可是我没有， okay. 所以就只能用五路。这边看我的7009 miss 掉之后，噔噔噔噔噔。反正这边先，反正这边成绩能不会死。7009可以哦，反正要想办法让他摸到你，就这样。所以7009也是有他发挥的余地，你看。出场一天然后就没用。对啊，不然根本都没有机会用到他。哦对，然后第二关有个小技巧，就是你发现你的那个锁定珠消不掉的时候，你可以不要消强化珠，这样他就不会回血了，就只会回一而已。噔噔噔噔噔，觉得对啊，觉得阿喜感觉会弹珠露西法很简单哦，弹珠露西法很简单，可是记得要蜘蛛，自己要记得要放蜘蛛啊，所以我等一下也可以用一下弹珠露西法。好，这边他会先把你的转成木啦、哦、所以第一回合2467，所以这关排行榜好像还没有更新的样子。没有不说话，有说话，有说话啊？还是你那边、啊、那边没开麦？没有啊，有观众说我不说话。伊普顿好开心啊，拜拜。先把这个弄死。欸，如果我消到木珠是手消吗？还是怎样？啊，木珠。哦，不管有消到就算了，他只要消到就算了。所以你就算没有消到木珠，你天降十足木珠，你现在他直接补满血。对对对，所以一定要干掉他嘛。对，这时候反正不能磨太久啊，所以魔队不能，而且第二条血会消除，所以不能用赛克，伤害也不高。对啊，看天降够不够力，我是觉得主要是水谷西看他天降，哎、欸，打他根本不痛哎、欸，世界树不行哦。哎、欸，我打他不痛哎、欸，那要开那个了、欸。我第一条血把技能全开，然后第二条血开那个水妹慢慢来。你开水妹跟他啊？对哦，可以开水妹哦。当我的那个我水妹有带啊。哦。哇！给他尬。哇！哎、欸，有人说我的声音很小声，你怎么回事？哎、欸，单纯是我 Skype 声音太大。那、欸、可以了吗？我，哎、欸，我就水谷西在。那个紧张的时候没有天降，我就绕。不是啊，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哦，我希望以后都不要天降。但真的，他回来了，欢迎回来。消完之后，现世报，现世报东西都没有、欸。他真的消完之后东西都没有，真的很挫败。隐藏城就是泉水哦，刚刚已经解过了。打自己脸，真的蛮挫败的。好，接下来就开技能开到尾了。反正业障太重了，这个。啊，三分降。双雪女也可以啊，可是记得要撑过。不行啊，撑过一个固定血量。我第一回要打。雪女可以啊，因为可以无视克数，然后又可以那个全开，然后再跟他又可以挡住仙宫盾。对、啊。我不知道雪女有没有减暗，忘记了。有啊有啊，他减木跟光暗。啊。欸、其实我感觉我变那个带水妹好像比较好。啊、我是带水妹慢慢消了。对啊，我觉得带水妹比较好。带水妹跟他妈妈。技能连发、啊。嗯，对啊。来带水妹好了。哎、欸，没死。然后去再来一波。攻前盾不能用水妹哦，就是他不能，啊、只要你必须想办法回避掉他的攻击。哎呀、啊。必须想办法让他发泄一次。光与万七风王，哎、欸，七风王的增伤也够吼，七风王。西风王，哎、欸，西风王智商很高，而且还有火属性的一下。对啊，水神梦换西风王了。对啊，换西风王，因为感觉双鱼对我来说好像有开，好像没什么差。西风王好了，因为光暗兼具嘛，然后这个，然后最后安安第一个500万嘛，第二条是300多万嘛，没有第一条440啊，第一条500万了、啊，对500多。百多，哇啦！哦，其实我想试试看树王队，而且是第二关可以过快一点的树王队。哎、欸，到、欸，可是我觉得玩起来水谷西，但还是我比、欸、我想要用西拉。哎、欸，我发现我每打一次排行榜就会刷新，可是听有人说不会上榜的样子，看一下。
有啊，有刷新。哎、欸，对我每打一次就刷新一次，也是我带一只贝要一波、哦。欸、其实我记得七蜂王的伤害应该跟贝奥差不多了吧，而且他有拜月教主，拜月教主好像不行，拜月撑不到四万血，可是你可以想办法减伤啊。你怎么把？